Monks 直播 ，RNG 退役三峡放飞自我，热舞开车吐火了。LPL 夏季赛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，四强大战落幕后 ，RNG 战队和 FBX 战队成功会师夏季赛决赛，并且 RNG 战队和 FBX 战队也都锁定了 S9 世界赛的名额。随着 RNG 战队挺进 S9 世界赛 ，Monks 不久之前也开始了自己的首秀直播。在 Monks 直播首秀中 ，LBL 与三家也是再次团建。香波957 Mako Left 姿态在直播中也是开启下饭模式，演绎各种骚套路玩法，下骑士出装、五钩子阵容等黑科技玩法也让他们打出了非常不错的效果。除了下饭五人组的黑科技玩法外 ，RNG 退役三峡香波、姿态、君泽更是开始放飞自我。在直播中，香波也是热舞加特林，而 Left 更是狂舞激光雨，而这也吸引了大批粉丝们的广泛关注。节目效果一度高涨，